主席，我們任志剛先生呢就有個出名的花名叫一招了，立法會是不是都不應該是一招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同事呢是都對這個 PMB 情有獨鍾。看回有關條文呢，其實根本那個彈劾機制呢其實是我們經常都要做應該有的權力之一，來包括好像我們審議那個法案啊、審議那個 budget 啦，這些問題都是其中一招，我們應該很有力量的一招來的，但是大家都好像那樣東西未試過就不敢試那樣。那我覺得呢就即是當我強調返呢，我主張那個為什麼要行那個審核機制有很大的原因呢，但我想都在技術上了解幾樣東西。第一呢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吳凱賢議員所說，他說他們傾了很久，咁究竟嗰啲機制啊，嗰啲做法啦，係咪已經有答案呢？喺邊度呢？我揾唔到。有冇有啲通過咗嘅條文係即係所謂 binding， 而家係呢個會呢，定還是純粹係傾呢？如果傾我見唔到有嘢嘅話呢，等於特首本身嗰啲例一樣，佢自己知道嘅，我哋冇人知嘅。咁如果有嘅，我想法律顧問或者秘書俾我哋了解一下點樣嘅。第二樣嘢呢，我睇返譬如話喺嗰個喺我哋嘅議事規則49大B，跟住呢就第二條裏面呢 49B2 咁佢有講到呢，就話一開始咗個動議之後呢就唔可以有一個修正嘅條文，咁呢個修正案我知道有喺度啦，同意啦，但呢個係關於我哋 members 本身嗰、那個即係、彈劾我哋自己立法會嘅同事嘅一個條文，但有冇一個類似嘅條文適用於而家講嘅彈劾機制呢？似乎就冇嘅，我揾唔到嘅，如果有的話就唔該法律顧問或者秘書處都俾我睇睇。如果冇呢個條文，我又唔明點解我哋一定要限死咗自己，就一定要係有一個唔能夠更改嘅限制喺度。咁第三咧，大家成日情有獨鍾 PMP 咧，呢個第一呢個係一個好嘥錢、嘥時間、嘥人力嘅程序。第二咧就係、大家可能唔知係你哋因為冇一點做過律師咧，係唔明啊，定還是係個個都想做下律師過下癮咧？因為做律師不是 PMP 審嘢咧，柴娃娃咁一人問幾分鐘就問到嘢出嚟嘅。睇翻以往嘅 PMP 咧，簡直搖頭嘆息嘅。嗰啲咁嘅效率啊，嗰啲咁嘅問啲題目嘅幼稚啊，嗰啲準備功夫嘅不足啊，任何做過大律師嘅同事，你哋可以確認一下，我哋打官司邊係咁樣問嘢法噶？每人問幾分鐘，問到咩出嚟啊？做 show 多過做乜嘢嘅，冇意思嘅。相反咧，有個法定機制咁好嘅。是由大法官是終審庭大法官幫你組織的安排的，是專業的做這件事，你們又說不玩，跟住又說不夠公開，大佬的那個是可以個程序可以公開，可以做很多程序未定實的嘛，加上個結果一定是公開的嘛，那為什麼你們是都要說要審，審完之後搞一輪之後，根本我就覺得你們根本就是想玩嘢，就完全不是真的有心找出個結果出來，然後做一個應該做為市民做嘢的，你們成日都好像煮飯仔玩嘢咁喺度玩，那我覺得很憤怒的，動一動 PMP， 但又應用嗰時候又唔用，唔應該嗰時候係都要用。有好似程序用，有你又唔肯俾我用。咁你哋係嘅玩乜嘢咧？咁我想聽下你大家，你哋究竟想點先？明知過唔到嘅，你係都要做；明知可以啟動嘅，你哋又唔肯簽名。咁我覺得你哋真係玩嘢咯。我覺得好憤怒。就有幾位同事就已經發言，我俾咗。多謝主席。主席，我完全同意啊！吳凱賢議員講咧，我哋行使公權係要好慎重。同樣道理，我哋行使我哋 PMP 嘅公權咧，都應該更加慎重，同埋更加有好多公帑喺裏邊。剛才我聽下何秀蘭議員所講咧，令我真係好擔心。佢想做，啲想做啲乜嘢？佢想話查曬整個貪腐網絡，我哋有幾多時間、幾多資源？我哋而家貪咗幾多？有幾多時間剩翻俾我哋做呢一樣嘢？係咪可以我哋做足十年咁做啊？我剛才講嘅唔係話我哋 PMP 查唔到嘢，而係話唔得 effective 唔夠有用啊，唔得 efficient 啊，唔夠效率啊。你當然你坐度查足十年，梗有啲嘢查到出嚟㗎啦。我哋回望查幾耐啊？得未啊？見到咩成績未啊？我而家係擔心呢一樣嘢啫嘛。今禮拜做咗三年啦，有結果未啊？即係我哋大家有目共睹，見到大家好啊，好在真係公審啊！大家知道我哋嗰個所謂 PMP 程序以往點用法，係有啲時間我哋揾到啲嘢出嚟，但係真係好唔好有效率咯？嘥個公帑係真係完全唔值得啦！特別當我哋已經有一條好嘅路，好清晰嘅，有啲認咗嘅事實，當事人都認咗嘅一個 admission 嚟嘅。呢一方面咧，裏面但我唔可能係我嘅錯，因為我講嘅你都唔係太明白。議員啊，是但一個報道，
話佢做乜做乜做乜，任何官員話佢做乜做乜，日日都有噶啦。但係呢個唔係一個 admission 啊嘛，因為而家事實上牌面上已經有足夠。譬如有一個人，佢同你講話，我殺咗個人啊，不過屍體落咗抌咗落海，揾唔翻條屍體啊。你唔會再去揾一百個蛙人去鬧啊，跟住搞一輪啊，又話要查翻 DNA 要驗啊，依樣嗰樣，先至可以起訴去拉佢噶嘛。有個夥計話偷咗櫃桶底嘅錢，你唔會話我要啊程序公義啊，我哋唔好炒個魷魚住啊。於是我哋要慢慢查啊，究竟我哋係咪真係呢個同事係咪真係偷櫃桶底嘅錢？佢認咗啦嘛。你哋而家有路，你哋唔行，係都要嘥時間嘥錢去搞話查香港嘅貪腐網絡。首先我唔認為有呢個咁嚴重嘅一個問題出現。第二，你講嘅講法，你好似都拍戲咁貪腐網絡。你而家要幾多錢幾多時間去做呢一樣嘢啊，大佬？即係你哋唔好嚇啲市民啦，你哋用幾多公帑去做呢一樣嘢啊？即係呢個係完全 unrealistic 嘅，即係完全都冇一個生活喺一個浮誇嘅世界裏面咧，你根本都唔喺一個實際世界裏面做嘢嘅。你哋而家想做 show。想有咁大搞咁大冇所謂，但有條路你哋可以好行，你哋唔行係都要搞嘢嘅話咧。本來我贊成 PNP 陽光底下要做嘢，但你咁樣做法咧，我都係根本你揾笨嘅，即係跟住你一齊玩咧，你哋呃人嘅，呃市民嘅，呃公帑嘅。我唔敢咁樣講。若有呢個原因嘅話咧，我真係唔贊成 PNP 嘅。我如果你哋咁樣做法啊，所以唔可以嚟請你唔好啊。即係如果你講嘅話，你可以用你嘅時間講，不過你唔好大聲個位度講。OK。因為你剛才你又誤導大家話有啲咩既定規則關於嗰個79冇呢個事嘅喎，72條9冇呢個事嘅喎，一日未定咧，一日都未有呢個事嘅喎，即係唔好話你當然你唔怕黃毓民啦，不過我都唔怕你嘅喎，即係你想講咪同你講咯。咁啊，跟住來四位議員，每位一分鐘好嘛？就謝偉俊議員先，然後何秀蘭議員。分鐘講唔到咩，主席。咁但係因為討論咗好耐啦，因為今日如果再辯論，主席，我哋如果今日嘥多幾分鐘咧，省卻咗個 PMP 咧，可能嘥立場人好多錢嘅。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咧都唔可以好透線討論咧，加咁趕快咁決定咗咧，其實係冇意思嘅，因為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決定嚟。我嘅答，停一停，好嘛，謝偉俊議員，我係有同事係用手勢要求我係要盡快要完結再投票啦。咁我就要徵詢大家，我時間係有嘅，我可以陪大家玩到今晚都得。OK， 咁就大家同事想我點做先？想我係控制個會議，定係話讓即係大家再可以暢所欲言講落去？俾個指示我啦，好唔好啊？控制會議啦。控制會議 OK。咁嗱，如果一分鐘唔夠，你繼續講啦，好唔好啊？但係你不能就太我唔會太長，我通常我都係每樣嘢都係有根據先講，我唔會亂咁噏廢話嘅。主席，得兩個問題先問一問法律顧問先。第一，我想了解一下咧，就係、是、假若我哋喺依個任期裏面唔能夠完成 PNP 嘅話咧，會點樣發生呢？有關嘅 PNP 會點樣呢？因為呢個我想從個務實角度睇咧，究竟我哋決定做唔做 PNP 咧，或者考慮埋嗰個範疇咧，係需要諗嘅一個實際上嘅問題嚟。第二，剛才有同事問起關於葉劉淑儀問起啦，關於嗰個好多法律顧問今日就好多問題要答啦，我加多個落去啦。咁喺呢啲 PNP 程序裏面咧，嗰、那個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咧，會係點樣 apply 嘅咧？即係點樣個 extend apply 嘅咧？呢兩個問題想法律顧問答一答啦。而第三咧，主席，我想講講咧就係、是、剛才林大輝議員講關於嗰個 PNP 嘅性質咧，我係好同意嘅。正如我哋咧，如果係要揼釘，我哋用錘上螺絲，我哋要用螺絲批。但係我哋就有啲情況下咧，我哋唔係用 PNP 咧。係去揾一個人或者揾一條罪一個指控的罪的方法嚟 PNP 是當你很多事件發生了你是很廣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想做什麼不過你想去到是一個比較重大的事故例如說雷曼啊例如說短裝啊那些但通常如果你有一個很清晰的指控呢恐怕 PNP 其實不是最啱的程序嚟的可能是譬如刑事程序又好甚至話 impeachment 都好啦都係更加適合嘅程序。咁呢個喺考慮用唔用 PNP 今次呢我覺得係需要考慮埋個性質同埋個關鍵性。第四呢主席我相信好多同事呢佢個講法就話我哋呢、這個做完呢一個咁嘅 PNP 呢我有結果之後呢咪可以考慮一下彈劾囉。大佬呀嗰啲已經係過曬時啦。當一個人已經嚟落咗任嘅時候呢係冇意思再做 impeachment 嘅。而事實上咧 ，impeachment 本身咧係唔需要有 PNP 嘅 finding 先可以做一個 PNP， 否則個 impeachment 本身裏邊咧點解會有一個 inbuilt 咗嘅程序，就係話要由首席大法官去做一個事件嘅調查咧？如果仲要有個結果之後先再調查乜嘢咧，已經有結論之後仲查乜咧？所以呢個本身已經係好大嘅問號嚟。咁加埋咧，吳凱議員剛才講，佢而家唔喺度啦，不過佢講一樣嘢，我不
吐不快，就係佢話咧，我哋唔能夠隨便嘥司法資源去做一個政治問題。吳凱兒議員咧，竟然可以即係面不紅耳不赤講呢啲嘢。公民黨係最輕嘥我哋司法資源咧去做一啲政治問題嘅，所以佢依個講法咧，我必須係強烈係反抗反指出。最後咧，主席唔好嘥大家時間咧，我覺得如果我哋有一個好清晰嘅途徑，達到個目標咧，係反映廣大市民對於特首嘅一啲行為，包括喺誠信上嘅問題，包括喺判斷上出現問題咧，已經足夠曬證據咧，唔需要再咧嘥好多納税人嘅精神時間同埋錢咧，去做一個 PMP 咧，純粹都係希望可以再 fish 多啲政工啊，玩多啲嘢啊，甚至好似阿何秀蘭議員講話要點樣查香港嘅貪腐網絡，嚇死人嘅呢個講法。咁所以我覺得咧，考慮到 PMP 嘅時候咧，我哋必須係控制喺一個合理同埋有用係需要嘅務實嘅方法去做，否則嘅話咧，我唔覺得咧，即係任何同事係選擇 PMP 而係放棄呢、這個查機制咧，呢個 impeachment 嘅機制咧，係一個務實或者合理嘅做法，更加唔應該話等咗 PMP 之後先要決定做唔做呢一個咁嘅 impeachment。其實呢個係講嘢嘥氣嘅啫，你哋咁樣講法嘅人咧，只係好鄉遠啦，同埋根本咧就係、是坦白講咧，係因人廢言嘅作風嚟。法律顧問，你答一答啊，謝偉俊議員頭先提出嚟嘅問題，響《議事規則》第78條其實列咗出嚟嘅。議事規則就《議事規則》第78條，立法會委任呢個專責委員會嘅程序，佢定出佢就住佢係指立法會可以就任何事項咧，係委任一個呢個專責委員會去處理嘅。咁究竟咩事項可以俾到專責委員會就立法會？剛才謝偉俊議員完成唔到工作，你睇翻第四款啦，第78條第四款就講得噶啦。你完成唔到，你報翻上嚟做唔完就得噶啦。即係白做，對唔住。即係有可能做唔曬嘅就會係白做。就話如果做唔完係點啊？係主席，根據或者我可唔可以？係可以，請繼續。立法會條例第9條第四款規定咧，任何喺入立法會任期完結之前仲未曾完結嘅事項咧，即告失效。咁呢個就係個法例規定。剛才當年間議事規則亦都有相應配合規定，就有關嘅事，你專責委員會咧就應該咧係事前咧係都喺任期完之前咧係做一個報告。即如果我哋有風險係做唔曬嘅咧，我哋要考慮埋呢個因素決定做唔知有冇風險，唔知有冇風險。不過個例係咁寫。主席係 self incrimination 點啊？就 self-determination 主席，呢個係立法會特權權力及特權條例嘅第16條有相關嘅規定。佢係將普通法入邊一個被告人佢可以保持緘默，唔需要提供針對自己使自己入罪嘅權利咧，係免除嘅，即係話佢唔可以以嗰個做呢個豁免嘅理由，係不回答一啲言訊相關嘅問題，或者提交相關嘅文件或者文據補察等等。主席，咁呢一個係咪我哋如果話 ICAC 倒轉問嘅時候，佢都可以行使呢個權利，倒轉嚟立法會 PMP 就唔能夠行使呢個權利咧？係咪咁嘅結論？法律顧問。主席，就住防止賄賂條例下邊這個廉政專員佢可以用嘅權力，我相信要由佢具體啲答先得。唔係法律，呢個係法律問題嚟嘅。在任何刑事調查或包括 ICAC 調查裏面，一個被指控、被懷疑的人，他倒轉有權可以咧，由於呢個原則咧拒絕回答一些可能有刑事後果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哋選擇不用 ICAC 或者不用刑事程序，相反咧，我哋搬佢嚟立法會做一個 PMP 嘅話咧，我哋係逼呢個人咧係冇咗呢一個咁嘅豁免權嘅，係咪咁嘅意思咧？法律顧問，佢其實講俾你聽，我哋個權力下低係點樣樣嘅啫。你係演繹咗嗰、那個個結果 ，OK？ 你可以有呢、這個，你可以有呢、這個有呢個演繹合理嘅演繹結果係啱嘅。係呢、這個 OK， 但係呢個係法律顧問只係有責任話俾你聽，我哋嘅例嗰度咧係寫咩嘅，就冇你冇權咧，就係唔 self incriminate yourself。主席，即係有啲因為唔熟我哋嗰個一般運作模式，因應呢、這個第16條嘅規定咧，一般過往啊，唔係一般過往嘅專責委員會或者係調查委員會，尤其是喺公開言訊嘅過程當中咧，係特別會採取相關措施咧，係讓一啲人士咧係可以
避免係喺因為第16條嘅情況之下咧，係公開咧係講咗一啲或者頭先剛才講到一啲嘅認罪嘅。